主料，西红柿两个，大头菜50克，辅料油盐面条100克，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西红柿洗干净，西红柿切碎，大头菜切成丝，煸炒西红柿，炒成酱，加入大头菜，倒水煮沸，下入面条，加入蛋液，放入少许香菜即可。烹饪技巧非常好吃，多放蔬菜呀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